那不是电视剧，那是真人真事，是我们老百姓自己演自己的故事。和新大学毕业的浩，找了一个经商的丈夫李哥。李哥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他承包了一家度假村儿在缙云。由于何鑫是学财务的，所以李哥让何鑫到度假村儿掌管财务，顺带也把何鑫的表妹张燕也请来当大堂经理。李哥特别喜欢娃儿，一直想让何鑫早点给他生个小孩儿，但何鑫一直声称要忙事业，暂时不要娃儿。这就让性格敏感而多虑的丈夫李哥一直对何鑫有看法，怀疑何鑫是不是真心的爱他，担心何鑫会不会哪一天突然离开自己。当然，李哥那些怀疑和担心都是深藏在心中，平时表面上和何鑫相处得和和睦睦，相敬如宾。老公，那段时间上班辛苦了，来喝点牛奶，有助于睡眠了。你今天盯着我干啥子？今天牛奶可起不到催眠作用哦。不说话。哎呀，牛奶！仙儿，这段时间我们的身体状况都非常适合生个娃儿。哎呀，你又来了。不是，我到时候来。哎，你也不年轻了的嘛，再不抓紧的话，今后我们可能都力不从心了的嘛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拿起来。对不起，我都是害怕的嘛，我怕。怕？你怕子嘛？怕你有了娃儿，身材发胖；怕你人变老，还是你另外有人？呸！你又在乱说，一天神经过敏。我是神经过敏，我是胃做的。神经过敏哦！哎呀，电话响了！哎呀，电话响了！哎呀，哪个嘛？不接。哎呀，是张燕儿。张燕儿也不接。哎呦，万一他走有急事啊！喂，燕子，啥事？喂。他在不在？你说话方不方便？他在，啥子嘛？你说。他来了。哪个？你懂啥？哦，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，他啷个来了呀？他好久来的嘛？他想见你，刚刚到，现在在大堂。你现在说话是不是不方便？啊，不得行不得行，就算是熟人介绍起的也不得行。现在那段时间客人恁个多，房价呀，啊，最多只能打个九折，再不能少了。哦，明白了。你不要说话，听我说就行了。你看恁个可不可以？暂时留他住一晚上。明天你们还是见一面。好好好。要得要得，等按你说的恁个做哈。哎呀，你干啥子哦？吓我一大跳。业务上的事，没得必要回避我。张燕儿她说有个熟人介绍的客人来，房价想打五折，我没有同意。熟人？哪个熟人？哎呀，你管他哪个熟人呢？让张燕儿去处理就行了噻，你都不要恁个，多心多肠了。
何仙儿。那个今天儿起得啷个早哎？啊，今儿有个宴席，我要去安排哈儿。打扮得恁个漂亮，给哪个看嘛？没有啊。好像不是给我哟。哎呀，你不是已经在看了吗？看了还不承认？哎呀，这个就没睡醒的人了，说说不清楚。走走走，快去睡哈儿。哎呀，坐了坐了。哎呀，我晓得你昨儿晚上遭累到掐，你就多休息哈儿嘛。晚点到公司来上班哈。哎，啷个恁个着急嘛？哎呀，你别个真的有事的嘛，现在等到起我的。你看没嘛，他又打电话催我了，我都先走了哈，休息哈哈，我走了哈。燕子，他啷个来了呀？电话都不打一个。他那个人你又不是不晓得，从来都是那种性格。他说他还牵挂你。牵挂我？莫非他到现在都没结婚呐？就是，我问了他的，他说他一个人只有惯了，不想结婚。我都回避了，他在那边等你，你先去嘛。哎，燕子，啥子？你陪我一起去嘛？我去干啥子嘛？一个人去嘛？哎哎，还有我跟你说哈，你老公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，个人要把握好分寸哦。哎，你千万不要跟我老公说哈。你老公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清楚，那个事情让他晓得了还得了啊？你放心嘛，其他的事情我先帮你应付的。好，我先走了哟。王良，可心，你哥非常奇怪，老婆到底有啥子事？难道有了外遇？又不像。这种事情老婆的妹妹不应该参与，是不是个人多心了？可是老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行为神神秘秘，说话吞吞吐吐，神色很不自然。那种性格本身就多虑的她心里产生了许多疑问，她恨不得立刻搞个清清楚楚。但你害怕看到她最怕看到的那一幕。通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她终于选择回到办公室。等老婆回来后再问个水落石出，可是他等了很久，老婆都没有回来，于是忍不住给老婆打了电话。张扬，你进来哈。请进。李总，你找我呀？走嘛。何心儿呢？我今天儿啷个没看到他呢？你是何仙的妹妹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对她负责，更要对我负责。哦，是恁个的，有个熟人订房间想要打五折，我给何仙说了，她去处理去了。这种事，你应该来问我噻，我才是总经理的嘛。哦。你刚刚说的那些话，我都不晓得该不该打个折。
大姐。再说一遍，我和何仙儿是夫妻，你是何仙儿的妹妹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对我们负责，我的意思你明不明白？明白了，李总。何仙儿到底到哪儿去了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一直关机。他可能手机没电的了，我去找他，喊他给你回电话。等等，我话都还没说完。说嘛，李总。张燕啊，你是何欣的表妹，严格的说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你来我公司也已经好几年了，我都晓得你做事认真负责又有分寸，所以不要让我失望哦。嗯，明白了，李总，那我先走了哈。你找我呀？你把我盯到干啥子？你在那儿哭了？啊？没有啊。没有。你看，眼泪把眼线都弄花了的嘛。可能是刚刚来厨房的时候被烟子呛了。你被烟呛了？他走了没得？哪个？他到底是哪个嘛？张燕儿，他跟你说了呀。张燕，张燕会给我说吗？是有人看到了。他到底是哪个嘛？何仙儿啊，我们是夫妻，夫妻之间就应该坦诚相见。我不希望你对我隐瞒啥子。他是我以前的男朋友。他叫王亮，他要出国去发展，走之前呢，他想来看我一下，但是我们在一起只待了10分钟，他就走了。完了，就这么简单？本来都那么简单，你不要去想那么复杂。那你为啥子要欺骗？为啥子要隐瞒呢？我还不是怕你多心。过那个心胸那个狭窄，我是心胸狭窄，但我感情专一。你心胸开阔，开阔得抓得下两个男人。我麻烦你不要再打胡乱说哈。王亮来找我，事先连电话都没给我打一个。我们在一起静静待了10分钟，啥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你还在骗人？我是那种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吗？你嘴巴上说的和你表现出来的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还有，你手机从来都不关机，这是为啥子？
正大光明的见面噻，但你却背道起我，这又是为啥子？十分钟，鬼才相信两个情人在一起，再长的时间都觉得短。再说了，要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，只要五分钟就够了，我根本就不得相信。干啥，李狗？既然你不相信，那我还说再说。那天李哥的怀疑和不信任，让何心感到委屈，感到气愤。但何心毕竟是一个有教养、能够理解他人、心胸比较宽阔的人。那天他虽然很生气，但却一直在反省。他很快地意识到，刚才发生的那一切，主要责任在自己，更意识到丈夫李哥之所以对他缺乏信任，这恰恰证明丈夫李哥很爱他，很在乎他。一想到那些，何心的心情很快地平静了下来。回到家以后，她把家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特意为丈夫李哥做了几个她最喜欢吃的菜。她似乎想用家庭的温馨和女人的温柔来冲断夫妻间发生的不愉快。但那天晚上，丈夫李哥反常的没回家吃饭，而且还回来得很晚。你回来了吗？晚回来，肯定还没吃饭哈、啊。饭菜都要凉了，要不我把灯给热一下嘛？不用了。你不舒服呀？没有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饭菜都要冷了，你还是吃点嘛。我去帮你兑杯牛奶。不用了，我啥子都不想吃。那你去洗澡嘛。不用你管，个人去洗嘛。那我先去洗脚哦。是吗？你帮我把浴袍拿进来一下嘛。在哪点的嘛？啊，在那沙发上的。沙发上。这儿拿去。哎呀，你帮我拿进来一下嘛，人家好冷哦。拿去。睡觉噻。二天，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哎，你啥子意思啊？何必嘛？两个人睡在一起，表面上距离很近，其实距离很远。李哥，我和王磊的事情。我都跟你已经说清楚了，你应该相信我噻。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去把个王亮找起来，我们当面对质，看到底有没有做啥子对不起你的事情嘛。够了，未必你还想找个理由和那个姓王的再见面吗？走开。
我不想跟娘说了。